3月27号，演员郭京飞现身机场，当天他戴着口罩素颜出镜，一身棕色外套搭配黑色牛仔裤，十分帅气有型。面对镜头，他不停的凹造型逗乐粉丝，一路上他签名停不下来，单手插兜炒饭摆起。当天他更是霸气搂女粉丝机场走花路，与迷妹互动亲密，人气火爆，羡煞旁人，引其他粉丝直呼嫉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